对不起，我不能丢下他。原来只有我在乎。现在在我面前的你，你说的话，你的吻。 这都是真的吗？让我相信你好吗？当然是真的。包括这个戒指吗？ 怎么了？你为什么不回答？你为什么突然这么问？ 这是真的。你为什么还要欺骗我？我再问你一次，戒指是真的吗？ 从头到尾，我只希望你可以对我说一句真话，但你没有。在我对你付出真心的时候，我只希望你给我一点点的希望，你却选择撒谎。小心，事情不是这个样子，请你听我解释。你还要告诉我那些话是真的吗？ 你以前到现在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有。你骗我！你如果真的有，你不会为了花拖延瞒着我把我们的结婚戒给当掉。我给了你机会，我苦苦哀求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却把最后一次机会也给毁了。 我会这么做，会瞒着你，就是因为怕你生气。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这是一个特殊状况，你不要误会我。你接啊！你干嘛不接？你在怕什么？接啊！拓野，我现在没有办法。什么？朵还出事了？ 朵还上了方哥，现在要去自首啊！光熙，这件事情改天我再好好跟你解释。现在拓野出事，我要赶快找他。你不要告诉我又是特殊状况，你到底有几次特殊状况？还是只要是花拓野，对你来说都是特殊的。光熙，我现在也不知道事情的状况是什么，我只知道我现在马上要去找他。请你相信我，你如果去找那个种花的，我跟你就完了。你不要忘记。 你既然来到这里，是要告诉我你的选择。对不起，我不能丢下他。我终于听到你的真心话。曾经依靠彼此的肩膀，如今各自在人。 这算什么？那我又算什么？